吗？这是刻意的，我跟今天的风说好的，他随时会帮我变化我的造型。接下来的这首歌其实也是我们妈妈还蛮喜欢的一首歌，而且是我真的有听过她唱给我听，然后她现在在那个台东的南边，在天上，其实她今天在天上了，对呀，陪我们呢。我们来唱这个，其实我今天本来一开始就要唱这首歌，可是后来就换了。这是谁点的？我记得声音好像从这边来的吧，我 有记错吗？一个人游荡荡，还是我自己点的吗？啊，好吧，好了，总而言之，谢谢你们点这首歌。我那边是茉莉花的日子是吗？没有一个人游荡荡吗？真的没有吗？哎，今天真的感觉像有买过我的唱片呢，有吗？你们有买过吗？当然，那对我没有太多实质的注意了。只有对我的虚荣的名声，开玩笑。好啦，谢谢大家。其实我的笑话还蛮不好笑的，但你们真的还蛮可爱的啦。一个人悠悠荡荡，一个人独自徘徊，放不下。是不舍得你，一个人悠悠荡荡，一个人独自迷惘，日夜在我梦里依然是你。啊，沉默，沉默的想起，欢笑在四处洋溢，可是你依然遥不可及。寒冬里也有阳光，花谢后仍会绽放，这一季埋藏心中是无尽思念。等待的岁月。
谢谢。好，最后一首歌了，好吗？